过去吧。超详细的报道，精彩被头不敢错过。哦，两个要 PK 了。哇、哦！耶！哇！转转乐耶！耶！哦！菜鸟乱讲话，惹毛学长阿伟。我们班的猪头王曾经有三位哦，分别是谁？抢答案，看谁最笨。阿伟。还记得那些新进的新生吗？包红在日前举办了第三度的甄选会，没想到虽然离上次甄选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竟然就有近千位的意愿者想要进入棒棒糖。在精挑细选下，我们找了十位男孩来复试，每个男孩各有专精，最后在俱乐部总监 Eddie 哥、蓝鹏老师还有君姐的评鉴之下，终于有三位棒棒糖新生诞生了。他们三人都是相当有才华的男孩哦，他们分别是擅长打拼的小 P， 很会泡的牙膏，还有什么舞都会跳的 Momo。紧接着，按照惯例要带新生去争名门面了，准备要进棒棒糖了。首先，甄选会表演非洲舞的 Momo， 拍过多支广告的他，大家应该都对他不陌生吧？现在不知道待宰的羔羊吧？哎呀 ，Momo， 你是非洲舞表演的太投入，害怕人家吃掉你呀、啊？这么享受的待遇，很多男孩可是排队想争取的。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好整理一下的乱法，相信会更好的。经过吹干还有稍加修剪后，某某的新发型似乎有点雏形了。现在设计师正在教他们如何做造型，让他们平时出门也可以维持帅气哦。哎，大功告成了！原本五官就很立体的某某并不太适合长头发，这样的发型长度稍加修剪之后，更能衬托出他英俊的外表了，也应该让他往后跳舞时更有杀气吧。第二位是擅长翘矿无锋的牙膏，哎，你这个造型如果进棒棒糖可是会被质疑的。快先洗个头发，感觉你头上蓬松的长发都快长虫嘞。如果你不擦的话，你接下来洗头就放在房间里往身上沾到水吧，然后去烧，烧出来还有一些，然后你就要把它关掉，因为现在应该很脏的。头发事情就交给专业设计师处理就好了，你只要记得怎么样保养头发，不要再让自己看起来脏兮兮就行了。过了一小时了，牙膏的造型似乎焕然一新了哦，完成了！恭喜牙膏先生从一位流浪汉的造型生成帅哥型男了，这样子进棒棒糖的制服才搭吗？何况如果你刚才肮脏的造型，即使你再会跳舞，人家还以为是路边的醉汉在要钱呢，会吓到人的。好了，进入棒棒糖要好好学习哦。我的天哪，你真的是很会跳爬冰的男孩吗？你这个拿破仑的造型会吓到很多观众的。果然连洗头都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，希望洗头水不要变黑哦。还是请设计师来伤脑筋吧，小 T 今天应该是你有史以来在头发上下最多功夫的一天吧。今天可以跟新同学牙膏拜把一下，两个人好好讨论一下如何维持造型吧。通过修剪还有设计之后，终于看出来你是一个帅哥啦，这样才是型男嘛。即使再会跳舞，外形还是很重要的。三位新生经过发型大改造之后，第三代棒棒糖新生正式报道。说句话熟嘞，从一开始就哎哎哎，现在就哎哎哎，还是哎哎哎，好啦，有比较熟的感觉，啊 对啊，真的，弟弟们越来越跟小香混熟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啊，家人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今天，是的，这个好不好？迪跟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，新弟弟呀，新弟弟，新弟弟呀，棒棒，新弟弟呀，新弟弟，新弟弟呀，棒棒，是弟弟，新弟弟来了，新生入学了吗？是，没错，我最喜欢新面孔了。所以迪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哪几位？知道，有谁？Momo 就是那个很会跳舞，对对对，他上次来的时候那个跳的那个舞是叫蓝衣人，很厉害，不是啦，那个甄选的时候跳的那个巴西的一个那个舞，很厉害，很厉害吗？对啊，他的加入
会导致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就更丰富，我们有 hip hop，有什么 locking 是不是 popping 什么各类型，现在我们有土著要加进来，我们各类型的舞都难不倒我们。然后还有一个谁，还有一个是谁，阿本牙膏面线第二代老师。对，那一次我发现他的很近哦，可能不输给那个面线，记得面线吗？很狠，有没有？就在笑的时候，眼神都杀出一些，射出一些武器来。对他很厉害，还有谁？小天皮 A T 老师 ，B 小 T 先生，对他那他长得很像牛奶，我觉得很像牛奶啊。对，跳舞应该跟他一样像。牛奶跟对，我觉得他跳舞非常棒。哎、就是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跟敖犬私下讨论 ，T 长得跟牛奶一样，他们都是属于比较土拨鼠的那种，是不是？以动物类型来讲，那我跟敖犬就是米老鼠类型，对不对？耳朵就对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一种动物，我不骗你。比如说你就是变色龙，蜥蜴，对，变色龙，你好可爱。这种 feel 干嘛？你是变色龙，保护你，然后变色龙。哦，变色龙是阿伟。对，你看，每个人都可以。还有河童。河童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有，威力是河童啊。哎呀，威爷被班长说像河童，应该不好说吧？虽然轮廓挺像你，但是你比较亲切啊。有像吗？有像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突然找到一个叮叮叮叮叮，虎牙，你剪头发了，虎牙。凤梨不见了，现在来了一个比较稍微矮一点的。Okay, 没有堂主，上次那个日记本，他可能真的有去认真写，然后心情上有你知道调试了一下，然后就跟小夫交换一下，偷偷传了几片给他，就变得不一样。全麦，然后他刚刚就一直在镜子前面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安全感。”少了一点高度。可是有些人头发变很奇怪。哦，比如说阿本，阿本，你又回到研究生的身份了。就我之前是那个鬓角呈现 S 型的状态，然后现在 S 型解决，就上面就塌掉了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都帅都可爱啦。好，现在摩拳擦掌，摩拳擦掌，来摩。见识一下好不好？吓吓他们马威。首先介绍第一号是虾米郎。小 T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是这样，一代一代进来，我们都要想新点子整你们。整你们。重点，小 T， 牙膏请向后转。是的，这两位你们分得出谁是谁吗？这个发型。哦，是在同一家发廊烫的吗？我想，好了好了，转回来，谁讲话？那个小 T， 小 T 的侧面跟后面很像尾鱼。侧面跟后面像尾鱼，没有啊，也像牙膏啊，发型一模一样。来来来，敖犬。真是，真是，好烂啊！好烂啊！好烂！送礼仪式就是。新生牙膏，女友不爱用。介绍一下，好讲多一点话。大家好，我是 T， 然后呢，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进来棒棒糖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学习，然后学习团体生活，谢谢。问题，有没有想问的问题？有没有说哪个棒棒糖学长留在这里是多余的？第一题就来这种狠的，两
讲实话，讲实话，很难。我决定自动退出棒棒糖。一天来就退出，不行，要想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先那个，先从你最欣赏哪一个来好了，然后再来讲你觉得你可能可以取代谁。我最欣赏我们班长啊。好犬。最欣赏他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这是夸奖中又带一点点那个你知道讽刺的感觉。你觉得这里面呢、啊、最有可能把谁踢掉的有没有可能？各位学长不要小心。哎呦，志气不小了。来，那个当初为什么会来想要来参加棒棒糖甄选？哦，因为就是看电视啊，觉得也可以的。有搞笑的成分哦，但集数稍微差我们威廉一小点。你上次模仿宪哥、丽晶，还有一个你没模仿，你本来要模仿。我本来要模仿李敖大哥啦。敖大哥，李敖大哥，给我们来一小记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敖，我今天啊很高兴啊来到棒棒糖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对我不客气，我就告你啊！我跟你说，招聘劝你还是学好好再来模仿李大师吧，搞不好。